小社长，大家好，我是 Toby。 好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开一个箱，就是这一台 NT Mini， 它就是一个用 FPGA 所做出来的一个红白机。那这一台呢，它比一台 PS5 还要贵，贵超可怕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箱子呢，非常的高级。对，一个全黑的哦，全黑，然后是磨砂雾面的质感。那这个箱里面呢，对，这一台红白机呢，它是有金属打造，哇，合成的一台红白机。等一下我们会请时光屋的老板 David 来帮我们解释 FPGA 以及这个机器的一些相关的事情。那专业的让他来讲，不专业的我来讲就好。它有四个接口，就是你可以四个人玩，然后它可以插一般的日版红白机、美版红白机的卡带。它连这个弹簧片呢，都是金属的。那后面呢，它有 HDMI、还有多功能的输出 AV 端子，对，机孔 USB，就是说你可能可以透过改机让它去读弄啊，是可以这样的。它看起来超级高级的，它的那个金属，对啊，金属，而且是很漂亮的，就是把红白机做了一个精品。它里面呢也有附各国插头的转接器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你在网络上订了他们这个货，你就可以用不同转接插头来插这个机器。好，它本身有附一个接收器，就是可以让你用单压缩把玩。那我们卖场里面也有这个红白机的接收器，我们的接收器呢也可以让你用 Switch 手把、 PS4、 PS5、 S80万 手把来玩红白机啊，就长得这个样子啊。如果你有需求的也是可以下单。好，我们请时光屋的 David 帮我们解释一下 FPGA 的主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。好，这台主机的话，讲通俗一点的话，就是大概就是硬体模拟器的一台主机。那它是用 FPGA， 就是那种可程式化逻辑闸，然后来实现红白机的功能。那它的优缺点呢，就是说技术性相对高一点，然后研发出来当然价格上会稍微比较高。优点就是说跟一般我们用电脑玩也好，用一些那种砍入式系统也好，去玩出来用软体去模拟的效果来讲的话，这个的话会几乎实现零 lag。 那这一台呢又特别不一样，是说它是限量生产，这是一个国外的厂商专门在做模拟器机的，就是这种 FPGA， 它有做很多很有名的机器， Super NT、 MD 的主机也有，最近要出 PC Engine 的都有。我看老外的论坛的话，他说作者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，他就是要求就是一定要完美，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风评还不错。那这一台等于是集他们公司的功能的大成。怎么说？这一台主机它外观就是仿照以前就是有点比较致敬 Apple 以前那种车，整个用铝块去 CNC 出来的。然后它本身高低解都支援，高解可以支援到 1080p， 一般外面看到这种有 HDMI 输出的怀旧机器大部分都只有 720p，然后它是做到 1080p， 然后几乎零 lag。 当里面呢、可以扫描线也可以调啊，各种萤幕大小的一些参数，很多很多参数可以调，然后让你实现到你的完美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影像。那光线枪它也支援光线当然光线枪一定要对应 CRT 啦。那它就是价钱基本上就是大概一台 PS5 的价钱，定价来讲的话，那它因为它是限量，大部分来讲它是写 final run， 就是说它到后面就不会再生产，那价格就会节节升高。这一台叫 NT Mini， 然后后面叫那个 Neo， 可是之前有一台叫 NT Mini， 就是它比较前几代的。它主机一台那时候因为缺货，所以主机一台在 eBay 上炒到2000块美金，那时候当然玩家一定会一直干掉嘛。那到最后就是做了一个这个，那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出来让普罗大众买的那种概念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偏收藏品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去谈它性能值。不过虽然说它的规格也给得很好，可是一定没有500美金那么好，可是它的质感很好，对收藏那个
质感来讲的话，哦，当然也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让子瑜跟 Toby 来玩一下红白机的游戏，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究竟是如何，有多么厉害。对，好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Toby。 大家好，我是子瑜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玩FPGA 红白机，我们用雪人兄弟给两位雪人姐妹来玩一下。没错，雪人姐妹。哎，他这样，你是这样，啊，不是这样。好，啊，雪人姐妹。太尴尬的一段了。红白机有很多适合双打的游戏，但适合年轻人的游戏却不多吗？就很考验年轻人的手指头。嗯，但老人的手指头是非常可以的。嗯，我们也很可以啊。好，你很可以，来，我们就来玩一下雪人兄弟。好，按开始吧。好的，开始了。开始，雪人兄弟。好，一批是子瑜，对，一批 Toby。对，我是红色的，我是小红。来哦来哦，听到。雪人兄弟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，给年轻小朋友玩的游戏。啊，哎，他真的会复活哎。你要把用雪球把它对对对丢满，堆起来，好推。那我可以。太准了吧！一起挂了。赶快堆到一半的雪球，赶快去把它堆满。哦，他复活。妈妈，来，我来。给你处理，给你。先跑。好闹哦。哈来，雪人姐妹，认真一点。等一下，我们怎么上去？啊，这边。丢他！哎，怎么灵魂也丢了？那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好好笑哦！哎，会太让自己那个哎怎么？啊，来上去哦！我会按错键，这里没办法推。啊，这边呢？那你可以推了，应该也是可以推了，乱推一点。哇，它会喷火哎，这一层的。对啊，它歹徒会越来越厉害啊。对。哎，好，来，跳！哎，这是补血的吗？啊，吃，补血。哎，变加速好可爱哦！哎，我会不会升上去就没有了？变无影脚。你走走看呢。好，走走看。哎，有啊，有。好可爱哦！哇，帅呆了！它会跑的啊！其实这个红白机哈，就是它可以高清，然后完全没有 delay 的一个呈现。就是这个哈，对，它那个画质是很好的，很优秀。因为这卡在是以前的东西，然后它可以让你长出这么高清的画面，是因为机器好的关系吗？是因为它里面的程式让它可以做这样的呈现。嗯，但是贵还是有它的道理在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因为它不是模拟器，它是硬体去跑出来的画面。模拟器是用程式跑，那它就不是。它是实在的一个实在的机板去跑出来的画面。嘿嘿，我的快脚，呜，好可爱哦！你看我走路给大家看，呜呜呜呜呜，我在，有一个人在跑，我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我在跑100公尺，呜呜呜，跑，你在底下跑，都不去打人，这两只动物在那边，你不去打，好啊。我的脚还有啊，我变回来了，我好难过，我变回来了。你变回来啊，是红色吗？好，来，溜，好，然后你按 B 吗？按 B， 我一直按到跳，我们干嘛对干？刚刚感觉要进行证婚仪式，你知道吗？哎呦。卡在这个缝好了，刚刚好，完美。你看他们很怕我，我跳上来，他们就走了。他们就会怕吗？他会吐火啊。没关系，我天不怕地。你怎么不吐他呢？对，因为我发现它只有两颗按键，我会一直按住。乱按是吧？对。以前红白机是两颗而已啊，按吉他没用啊。对啊，因为 TBTA 是做什么？你说上面这个吗？连打。连打的。
就你压着它就会。哇，哎，我也一起下去了。就你压着它就会自己跌跌跌跌跌跌跌，自己就会没了。就压着就好。哎，我是不是要上去才找你？我们才能。自己会上。你可以试试看连打上面的。可以连打啊，我可以连打。你要手打这样子，你手速快，你就手打。哎，真的。那我可能要放桌上。压着就压着哦。就不用。我不能把你埋了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啊。兄弟耶，姐妹。姐妹，我们是姐妹。我是对，好棒。我太坏了，就怕。等一下，哎，有饭团，那好棒，好棒。吃完饭团没有什么用哎，还是会增加那个分数吧，对吧？真的，吃饭团。哦，它会有魔王关吗？我都跟着他一起下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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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的歌很雀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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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来，代打。代打，来。我们放上次过。放上次过，Toby去拿饮料。不要，不要，哇！耶！耶！耶！过了，过了。会有魔王关吗？会有啊，会有魔王关啊，看看弟子关有没有。好。但是撑得住吗？撑得住的。撑得住。哎，走啊！哇！慢。还会躲。OK。耶。第四关有魔王吗？有魔王吗？快点，我想看打魔王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嘿 ，BOSS 就靠你了 ，BOSS 哦，加油！加油，我们姐妹可以。一样，丢他。雪人兄弟。哎呦，还有动物啊！啊，把他们变成雪球，然后去滚它吧。啊，可以滚它吗？不行，不能，应该是不行，应该是拿雪球去滚那个大鱼。滚！哎，感觉好像有攻击到哦，就是要等它掉下来的。对。哪尼？我们两个都挂了吗？还有，会复活几次？我不知道。那我好像不会复活嘞。那你没了，那就看子瑜表演了。子瑜加油！我的姐妹。你按 A 或 B 呢？没有。按开始嘞？没开始吗？我的有开始吗？红键吗？魔啊！没有，我死了。他下那个小动物好像在大便呢。哦，好，对不对 ？Game over， 救不到公主了。啊，这是玛丽兄弟的前身吗？是1991的，玛丽兄弟可能1983。哦，更这个比较新。对了，这个也蛮有趣的，很多版本，大型机台啊 ，Sega、MD 都有出雪人兄弟。啊，真的？它就画质很高级。嗯，但这就蛮可爱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因为红白机的双打呢，不太适合。那个没练过的人，所以呢，是在说我们吗？就让他们玩这个就好了。没练过的，那我们今天玩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多看几次哦，这片子太昂贵了，对啊，成本很高的一片哦，赚不回来了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多多捧场，然后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很重要，然后还有留言给我们。好，想看他们玩红白机还是大型机台都可以哦。都可以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耶，吃饭了。吃饭。吃饭。吃饭可以安心的吃饭。可以安心吃饭。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
最昂贵的下重本。那、你要打算标题怎么下？我不知道，比较惊悚。惊悚啊！把你脸放上去就惊悚。哇啊！我昏过去了。咦，它在你身上会隐形呢、欸？啊？那个盒子？对对。所以你拿出来的东西，其实我大家看是一坨，看不到一坨黑。这个红白机它里面呢有什么样的厉害之处？究竟有人？我以为你要接话嘞。究竟有什么？然后你有讲完吗？因为我就想说，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？然后想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你刚刚讲过的话。啊，用个脑子好吗？哎、欸、喂，又发生了。哎、欸，不能剪哦！啊，不能剪什么？对啊，不能剪这一段。大家这么贵的东西，就想看它，所以到底长怎样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因为我们刚刚都只是，好好好，只是哎、欸，你敷衍呢？敷衍，一直说频道成长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然后你看，一定要叮咛你，不能乱放东西，不然会出事。